印花稅條例，不用租屋的就不用看租務條例，什麼都不用的，這些叫法治？這是什麼法治來的？亂搬門籠、龍門，亂咁將一些不是法律的概念拿出來。還有一些讀法律的議員教授在這裡幫他在這裡潑，這個議會除了擦鞋仔拍馬屁是說這些話的人，還有多少個人可以為香港人去說話？我們不是緊張，其實那九百多億都算大家都知道是拿不回，亦都你話出軌啊，乜嘢都好，都預咗。你見到大陸嗰啲，你都知咩事。其實我哋最緊張，就算俾你呃到盡，攞曬啲錢做一條慢鐵都好，都有一樣嘢我哋想守，就唔好破壞基本法，唔好破壞一國兩制。呢個係最重要嘅嘢，貴過嗰條鐵。不過今日嘅立法會，我哋睇住呢一樣嘢破壞，佢嗰個損失係大過嗰條鐵路，大過好多嚟緊嘅所謂經濟嘅損失嘅。不過冇用，對住呢一棚木狗，乜嘢都講唔到。本人謹此陳辭，反對一地兩檢條例。鄭松泰議員，香港人反對一地兩檢個理由好簡單，係因為我哋嘅社會不容中共大陸法制。我哋一般大眾會認為嘅就係話，中共嘅大陸咧係冇法律嘅，甚至話佢哋一時一樣，人民無所適從。當然呢一個評價唔單止係遠自我哋一啲嘅記憶，係講緊由八九年到依家，更甚嘅就喺三年之前銅鑼灣書店嘅事件，都令到我哋會係質疑究竟中國大陸有冇法律嘅咧？咁呢一個指控，事實上講緊嘅係話中共係有法庭嘅，是有法律的，只不過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認為中共的法庭或者法律的機關是為政治服務，作為政治的工具，更確切的是為緊各級人大而服務的工具，亦即是說根本大陸的法治並沒有制衡政府的權力。這一點亦即是為什麼我們是要非常明確去反對一地兩檢，在香港設立內地口岸區，要將香港司法管轄權完全是雙手奉上，將個腎割咗俾大陸的原因。當然可能有些建制派不同意，他會認為就是喂，這是一個片面的理解。我花少時間去解釋究竟中國大陸的法制是什麼一回事。中國的法庭有分四級，分為最高級的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的人民法院，當然有時會特別常設一些所謂的軍事的法院，這些是很少見的。雖然它是有設有四級的所謂的人民法院，但是中共的法庭有一個基本原則，是要由低從上。什麼意思呢？它在那個判案或者個過程裏面並不會說每級的法院是根據著案例、事實、陳詞、開審以後法官去作出裁決，而是每一步都是要根據上一級的法院去作出最終的決定。咁於是你就會話啦，咁係咪代表係有程序有系統呢？唔係咁簡單，因為喺嗰個審訊嘅過程裡面，佢嘅法官係偏頗的，偏頗之處唔單止佢嘅委任本身，而係第一，大陸嘅法庭嘅法案件一般咧喺個開庭之前咧，會有一個所謂嘅審訊委員會，即係話每一庭佢哋可能係處理10至20個案件，而嗰個審訊委員會就係決定嗰個案件究竟定罪與否，跟住先拎出嚟啊，係啦，判決啦咁。即係話其實當中咧並冇我哋一般係好 layman 嘅理解，對於一啲嘅人民或者被控一方有個所謂 benefit of doubt， 唔會係在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先，這個是基本的不同。好了，在這個過程裡面也都不會有我剛才所說是開審、陳詞然後裁決的基本步驟，而是先有了決定然後才展開聆訊，這個是跟我們完全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更複雜的一點是，往往在這個過程裡面是會有兩個特別的人物是參與，第一是政治部的部長或者相關的人員，第二
是有黨支部的，法庭有黨支部，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說，假如"一地兩檢"通過的時候，在內地口岸區發生任何所謂一些法律訴訟的情況，香港人去到就會面對著這些奇怪的事情在香港的地方發生。我們對於這些的不同意，亦都這些的質疑，你可以說，我剛才所說是一個純粹中國法制的一個簡述，但事實上有些事我們經常都聽的，喂，他們會說在個法庭那裡，究竟他法庭判案以什麼原則去指導人民法院的中心思想呢？他所說的是三個至上，第一個至上是以黨的利益至上，應該這麼說，以黨的事業至上，以人民的利益至上，以憲法的法律至上。你就這樣一聽都知道三者是互相矛盾，主席。但是在今日我們所認識的中國大陸，原來這三個至上都並不是至上，不是黨，不是人民，不是憲法，而是習近平至上。喂，你跟我不擔心？正正是因為這一件事，即我解釋一下為何你不擔心。即你想一下，如果你是敗姓江的話，你擔不擔心？一定擔心，不是黨至上嘛。喂，就在這一點，為何我們尤其是以香港人的一方去考慮內地口岸區設立，我們是會反對呢？因為歸根究底，香港社會是不容中共大陸法制。好了，你會說我這樣說是不是即是我片面的理解呢？事實上當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期間，中國大陸社會是曾經有一些帶來的我們一些幻想，如果不是即本籍或者我小弟自己，都不會當年年輕的時候那麼天真，走出去北京大學法學院讀了一個社會學博士，我是法學院畢業。為何會這麼天真呢？在1990年的時候有個案例，這個是史稱中國憲法史上第一個對於在司法界震撼的案例。大家以為原來中國大陸是會邁向司法化，那個案例呢稱之為齊玉玲案。有個女仔在農村讀書，因為成績很厲害，鄭松泰議員請你回來這個辯論。主席，我回了這個辯論很久，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案例本身他所指出的是，其實中國大陸曾經是發生一個令到我們都在座不會好像現在一地兩檢那個內地口岸區那個的傳疑、那個的質疑，甚至是認為是對立。這個案例點呢？很簡單，你聽一下故事吧。 OK， 你這麼悶。柴玉玲是一個農村的女仔，在山東，她成績是非常之標炳，於是她是有一個機會去學習。鄭松泰議員，我認為你現在離題，你請你回來這個辯論。唉，算了，我不講故事了，由結論講起。這個呢的案例呢，是中國史上是第一次是因為這個案例而判案，而是罰了一個的權貴10萬元，因為她拿了人家的身份去中國銀行那裡做事。但是就是那個女人去，那個權貴去結婚，於是那個農村姑娘是結婚的時候收到她的請帖，才發現咦，做什麼你的名字跟我一樣的，再看一看個舊相，原來她拿了她的身份去冒認她去讀書。這個是史上第一個中國的社會的法律是邁向司法化的一個案例。但是這個案例有了之後怎麼辦呢？由當日到現在，在中國的政治文件，在法庭是不能夠再提出這個的案例和相關的討論，因為它太似成文法和普通法了。所以在這一點，為什麼我會是再次重申中國的法庭、法院或者個法制是不容我們香港社會是在那裡會有應用呢？好了，我回到主席你最想聽的點。剛才很多議員有強調的就是說，喂，一地兩檢是沒有憲法基礎，尤其是侵害和剝奪我們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而中國的大陸法制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沒有司法覆核的權力，即是說法院是沒有一個挑戰政府的權力。而這一點正正是我們香港法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部分。我這裡作出一個事實的補充，剛才很多泛民的議員，尤其是公民黨的同事
他們不斷去強調，在這個《一地兩檢條例》的草案裏面，是違背我們香港法律的相稱原則，所謂的 proportionality test。 這一點是一個法律上的專用的語言，或者一個原則 的概念。但事實上，這一點背後在政治上講的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政府受憲法限制，英文是 The idea and existence of a limited government。 重點是 limited， 有限的政府是應該受到憲政的限制，而法院它司法覆核的權力就是限制我們政府最重要的權力。那為什麼會跟相稱原則有關？是因為我們香港還是殖民政府的時期，在1880年代以前，當然政府是沒有受到法庭的監管，但是在1976年，因為英國成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於是簽訂了一個由聯合國即是一起去認同的法律，就認為萬一有些國家的政府如果是向他的人民施壓，他應該受到制裁，而這個國際的法律是不應該直接是套用在本地的司法系統，應該由本地的地方立法執行。由1976年去到1991年，香港正式訂立《香港人權法案》，而《香港人權法案》的訂立就確立香港人言論的自由、平等的政治參與權，以及賦予法庭有更大的權力。由那一刻，我們香港的法庭才是有司法覆核的相稱原則。基於這一點，就是整個的背景。就住在這裡，我希望大家明白，尤其是香港市民明白，那個不是法律的語言。相稱原則那一點是說，在1991年香港的上訴庭引用加拿大 R&Ox 的案例，裡面有說到這個原則是有兩部分，第一是檢查政府的措施和政策有沒有初步違反憲法，第二部分是檢查個法例是不是合理，而舉證的責任在於政府。亦即是說，我們整個的討論到今天為止，政府都沒有一句說話去說究竟為什麼一地兩檢是合乎憲法，它一直是違反著我們香港的人權法案。就這一件事，我跟你打官司，不過我沒有錢了，我一定贏啊。不過很可惜，拿走了之後，即是我說通過了之後，第八條第一 B 款，原來我司法覆核的權利都沒有。即是說，我們居然是有一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1991年通過，但是我們今天這條的法例通過之後，是跟我們不要說憲法了，是法律和法律之間是互相抵觸的。喂，主席，只是這一點你會覺得是離奇呢？當年的莊豐原案1991年的時候，就是因為兩條法例互相抵觸就搞到人大釋法。今天我們兩條法案互相抵觸不用啊？喂，他不用的，為什麼？他什麼都不知道。喂，就著這件事，這兩點我真的希望大家非常明白，為什麼會說在那個內地口岸區是不需要去實踐所謂國際的公約所帶來的維和是什麼。那個維和是可以告訴我們香港人，其實原來有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是沒有法律的保障的，我們的生命和財產是會無端地暴露在恐懼當中，即是等同於銅鑼灣書店事件。那好了，那可以怎樣呢？我們現在問的就是可以怎樣。那當然現在暫時比較硬色了、OK? 可以的就是我們大家想清楚，那個地方可以這些權利沒有的時候，而事實上我們一直在爭取普選，是因為人權公約而引申過來的。人權公約條例、人權法案本身應該包含普選權，這些東西在97之前全部定立下來，今天我們的政府可以完全推翻自己。這個是91年的香港，短短25年、26年搞到今天這樣。那誰的責任呢？當然我們香港人自己的責任，我們沒有遠見，我們太蠢，
所以在這裏作出最後的結論，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我相信要反對的理由可以是那個地界，可以行政上不清楚，可以法理上沒有憲政基礎。但是我真的開明和坦白跟大家說，有一樣東西做了的話，其實有條件我們是接受這個這麼無稽和這麼無靈兩可古靈精怪的一個所謂一地兩檢的草案，那個的是回去基本法的第二十二條。假如基本法的第二十二條，即是說緊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的時候，就是違反基本法了。即是說本身內地口岸區的設立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這一條如果真的有法例去訂立的時候，簡稱為反干預法，我相信大家安心很多咯。所以接下來我是三讀堅決反對一地兩檢草案，謹此陳辭。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鄭華、鄭松泰議員就跟我們上了一課挺好的法律的課程。有一些呢，我都想想，如果我做後生呢，可能讀下法學院呢，我都不敢奢望攞個博士，攞個呢、這個本科生的都可能對法律認識多啲。咁但我今次發言呢，三讀裏面呢，我都係會反對呢個條例草案呢，建基於唔係因為我冇得二讀講嘢，我喺呢、這個全體委員會都講過㗎啦。咁但係基於幾點啊，主席，其實鄭華亦都有議員就講話，莫乃光議員就即係唔係好笑住咁樣就講佢可能會搭高鐵，咁亦都有議員話我哋泛民議員就會擔凳仔，呢個我講下，就係爬頭位就去就係、是去坐高鐵，咁就係過咗呢、這個。咁我又覺得根據鄭話鄭同泰議員講嗰啲哦就到啦，嗰啲法律上一啲觀點咧，咁如果我哋去搭高鐵咧，用呢個口岸去搭高鐵咧，我就預咗我係冇咗人身自由啦，係裏邊係行緊大陸嘅法律啦。咁樣嘅咯喎，咁但係咧，我又奇怪地，其實我喺香港嘅喎，咁呢個帶出咧就係成個條文裏面咧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其實根據鄭同泰議員講嗰個情況，就係話其實呢、這個唔係真係租界咯，唔係各樣嘅，幫我租咗俾你啦，租咗俾你咧就喺香港裏面咧就有一個咧可以咧令到咧香港嘅法律咧就係唔適合嘅地方。咁呢個租界我睇返，我上次我唔重複啊，主席唔好鬧我字。我上次喺即係呢個修訂嘅時候都講過，就係我套做嗰啲功課講租界，其實嗰段租界好混亂嘅，即係法租界有法租界有法律，咁國民政府有國民政府法律，咁唔知點呢，咁樣就衍生咗好多問題。咁呢個都唔係今日嘅重點，個重點就話既然呢條條文本身條例草案咧，就令到呢個地方就好似一個租界咁出現咗嘅時間咧，喺個香港裏邊嘅地方咧，係唔能夠咧係實施到咧香港嘅法律，而係可以實施國內嘅法律咧。呢、這個正正我上次講嘅一港兩制嘅地方出現咗呢個問題嚟啦，主席。咁耐嚟講，呢條法律呢條法例啦，而家其實我哋而家講緊過程啫，結果大家都明㗎啦，十點鐘咧就禁制啦，咁就過咗啦，咁樣出現咗呢條法律之後咧，其實呢條法例咧就會好清楚就講到咗啊，同之前政府完全都唔敢直接講嘅有冇違憲咧，有冇違法咧，法律基礎如何咧？根據唔同大律師公會也好，甚至律師也好，就算律政司都好啦，佢都唔能夠正面講出其實如果大律師公會或者甚至嘅法律界人士指出，其實呢一條條文本身是有問題的，個法律基礎問題就是它其實衝擊緊基本法的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同埋廿二條，詳細唔講啦，因為呢啲可能喺二讀嘅時間啦，其他同事講過，鄭華都有同事講過類似。咁但係呢條條文好快咧，九個字之後，我估啦嚇，或者一個鐘頭之後咧，就會過咗啦。咁其實一條同法律基礎咁有矛盾嘅條文，喺呢個階段，我哋可以讓佢通過。咁呢條條文係點呢？咁我喺立法會十幾年，咁我都睇到有啲我哋指嘅惡法通過咗嘅。但我哋指嘅惡法通過就係話嗰條條文嘅內容，就令到呢可能係話哦唔符合呢我哋公民社會啲公義嘅問題，或者係一啲公民社會利益大眾利益嘅問題。所以呢條法例呢走出嚟規管嘅嘢呢係一啲惡法，即我哋咁睇。但我睇到今次呢一條惡法嘅不同之處呢，就係、是
過了這條惡法之後，這條法例就是令到是法例上的本質受到衝擊，法理基礎薄弱之餘，亦都是違憲，不符合基本法。當然亦都好似我執話郭榮生議員口水尾就係話，哦亦都有其他同事講緊，哦佢咧係人大決定咧就唔等於係有法律基礎。嗱呢啲我唔係法律界，我唔敢亂講。但我從平常嘅邏輯去睇嘅時間，就係我哋今日要過嘅一條係一條法律基礎薄弱，喺嗰個條文裏面有好多矛盾未澄清裏面嘅嘢，唔係講條文嘅內容。條文內容好清晰㗎，就係將呢做咗咗俾人咧，就裏邊就用。但係條文都講唔清楚，就話喺裏邊，就算你過咗之後，其實裏邊呢個口岸區裏邊國內人員嗰個法律權責如何呢？香港人住權責如何呢？有六點係留空咗嘅，留空咗又點樣樣咧？有事嘅時候點咧？呢啲冚唪唥都係好，佢個內容咧都係模糊嘅。點解模糊呢？因為嗰個法理基礎係薄弱啊，主席。如果我哋喺呢個時間係過呢樣嘢，係咪？有啲奇怪呢。好啦，我哋嘅同事睇到呢樣嘢嘅時間，做咗唔同嘅一啲修正案擺咗上嚟啦。明顯啦，修正案嘅原意有同事有建制派同事講就係話啊，你哋呢就係呢將佢妖魔化，做好多唔同嘅嘢。但我睇到修正案嘅原意就係話希望呢兩害取其輕啦，你都阻止唔到你過啦，不如我哋做一啲修正案，讓佢嗰個法理基礎啊、法律條文裏面啊，咁更佢等佢冇咁違憲啦。例如咧，我哋講緊啲殘日期生效啊，或者係咧將人權法加強啊，保護翻咧就係香港市民啦、權利啦咁樣，都係過唔到嘅。咁既然係咁啦，咁喺三讀時間，佢呢條條文本身惡法源於佢嗰個法律基礎亦都有矛盾，法理亦都唔清晰。我哋想嘗試去修正嘅嘢，你都做唔到。冇可能呢個階段咧，我哋係可以咧係支持三讀嘅，主席。咁呢啲係法理上嘅問題。咁有啲個觀點咧，我唔重複啊。我嘗試咧唔行開，即係我喺度撐緊落嚟嘅啊。其中個理由我係覺得三讀我都會唔同意嘅，反對原因就係話，其實立法會我睇翻曬基本法也好，或者我哋講嘅議事規則也好啦，其實立法會咧好清晰規定咧，我哋一條條文擺上嚟。經過一個非常之嚴謹的程序咧，先至可以咧成為香港嘅法例，去作為規管香港本身嘅地方。但係我哋睇翻今次個情況比較特別嘅，如果我哋睇翻主席你本身咧，就根據基本法咧，我就即係冇記錯咧，俾你嘅權力咧就係咧就係第72條，你有無上權威嘅。咁而在那個議事規則的呢 1B 都說主席呢排頭位的是很重要人物，我們同意的。但我們看回整個議事規則裡面，在一條立法過程裡面呢，由首讀去到三讀呢，是第51去到56條，而特別是在54條裡面呢，其實54條3我都很清楚二讀應該是怎樣的，有啲咩做呢？咁例如佢裏面54條3講好清楚，就話啊，因為咧呢條條例咧，佢閲讀嘅時間咧，議員應該有咧係權利咧係充分嘅時間咧，係講一講討論翻呢條條例嘅一啲優劣情況咧，同埋原則性問題，呢度似乎冇出現到。再落到去我哋講嗰個第57條喺修正案嘅處理嘅時間，喺全體委員會亦都係因為某啲情況咧。主席，你行使你嘅權力，呢、這個我查過本書咧，可能基本法咧72條裏面咧有一項咧，你可能係有機會用得到嘅咧。咁呢一條咧，咁就係話其實72條6，你可能有機會用到嘅。咁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咧將嗰個時間壓縮，或者我哋叫做劃界，或者叫做剪布又好啦？咁啲做法咧，咁呢亦都係將局實化程序裏面咧呢度咧係扭曲咗，係壓縮咗嘅。好啦，而家三讀，咁啊三讀咧，其實我都有啲驚喜噶。因為我按嗰陣時候，我哎死啦，右手慢，啱睇完個 email， 按落去咧都變咗第20個之後啦，可能又冇機會講，但係好好彩喎，有得講咁。咁但係我想帶出嘅就係、是、主席，成個立法過程喺立法會，雖然你老人家係有無上嘅權力，根據我哋喺議事規則嘅 1B 同埋基本法嘅72條俾你，但你真係將成個應該有根據呢本紅書俾出嚟嘅成個立法程序，由首讀、二讀。跟住係全體委員會，跟住再落到去三讀咧，係將佢咧既壓縮
又設限同埋扭曲曬。咁喺個程序底下，加埋呢條法律本身係一條惡法嘅時間，我哋點樣喺呢個階段可以支持三讀，讓呢條法例通過咗咧？咁當然啦，有朋友會講啦，過咗先啦，都係一樣嘅啫。你唔中意咯，好似我上次之後講啦，咪去司法覆核咯咁。咁但係其實啱啱俾我聽到鄭松泰議員講嗰個制衡嘅問題，呢個我講嘅唔係佢講，佢帶出個憲法個問題。憲法就係嗰個英文叫 limit， 係限制政府權力。但係呢條立法法例立咗之後，似乎佢睇唔到佢點樣去做得到嗰個憲法應該有個功能，因為其實佢法理基礎唔清楚，條文都法理薄弱，亦都有好多爭拗，可能會違憲咁嘅情況底下。咁如果我哋係真係過咗呢條法例嘅時間，係會點咧？咁有朋友會講啦，呢條法例好重要，呢條法例令高鐵可以運作到。但係我記得我喺上一次全體委員會嘅發言都有講清楚，就話其實我哋今日討論唔係討論高鐵，唔係討論高鐵好唔好。我聽到有議員講嘅就話：，第一過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同你爭取咧票價唔知又點啊，又去邊度啊，多啲站啊呢啲。呢啲係高鐵嘅運作啊。高鐵嘅原意好清晰嘅，就係話將香港咧駁咗入去國內裏邊咧，讓咧香港咧同國內唔同嘅運輸系統咧係接軌，可以四通八達。呢個係個概念，亦都係原則。但係呢條法例所講嘅唔係講緊高鐵嘅運作啊，主席。呢條法例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如果將我哋香港喺呢條法例底下變咗個租界嘅時間咧，好多法理基礎同埋個憲法上咧都係做唔到咧，係我哋叫做制衡呢個問題。加上立法會本身喺成個立法過程裏面，我哋都唔好睇下葉太辛苦嗰個委員會啦。落翻嚟，當我哋喺二讀、三讀嘅時間，係因為主席運用你嘅權力，將成個立法嘅過程裏面既設限又扭曲，亦都咧壓縮咗嘅時間。我知道我啲重複咗啊，主席，唔好意思嚇。咁嘅情況底下咧，我點可能喺呢度咧覺得係一個比較上好嘅程序咧？唯一政府可以解説嘅就話過今晚咧。我哋三步走咗啦，完成咗嗰個正確程序。但我想問一問政府，你行咗三步走呢個程序，我講嘅立法程序裏面係咪一個完整呢？係咪可以做得到呢？唔違憲，減少一啲呢喺嗰個法律上嘅矛盾對香港嘅長遠衝擊呢？呢個呢政府我希望你諗一諗，睇下點答我呢。咁所以基於呢啲理由底下呢，主席，我覺得我係冇可能呢是支持呢個三讀嘅，多謝主席。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原本咧就都寫咗好多咧，就一開始咧要批評你閣下咧嗰個主持會議點樣專橫，點樣剝奪咗議員嘅發言嘅權利。不過我覺得個意思係咪好大咧咁？主席，我喺個議會咧20多年，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我今次嘅發言咧，我係好沉重的。我希望我嘅天父能夠保守我，將我嘅觀點能夠講得清晰。因為如果我哋以往第啲議題，譬如話政改冇咗咁，或者23條立法，或者其他嘢，對比主席我哋而家。講的這個草案的通過對一國兩制的傷害，或者對香港對國家的傷害是沒得比的。我只是希望我能夠講清楚以下的論據，或者懷著一個赤子之心，期望全能的上帝能夠改變歷史，或者將來可以作為最高的領導人，經過深思熟慮之下，作出撥亂反正的決定和修補。主席，因為我二讀的時候呢，是沒有得不到發言的機會啦，我不再批評你了，雖然我寫了很大段想批評。但是因為三讀呢和二讀是沒有經修改，所以我相信我是可以將原本二讀點解反對，而家變成點解反對三讀，係去講出嚟。主席，或者我喺較早前都冇曾講過嘅一個觀點，
就是究竟人大全國人大大啊，因為人大常委大呢，這個當然如果你說專家，我不敢稱做專家，不過就基本認識中國的法律，亦都睇過一些中國內地的專家，我亦都最新尋求緊一些中國內地的專家的一些最深入的意見。我會認識到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而今次人大常委是做了一個決定，而根據政府所說，特區政府所說，這個不是釋法。其實人大是可以釋法的，因為根據內地的法律，人大是可以解釋他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但是政府，我相信他一定問過內地的專家，或者是內地的直接的最權威的指示，才做出一個的宣示。人大常委今次的決定，當然是指一地兩檢這個的協議啊等等，不是釋法。而人大常委只能夠釋法，不能夠修改法律。而人大制定的基本法是講到香港不可以實施內地法律，那究竟人大常委同意一紮的協議安排，這個的決定能不能夠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裏面講明不可以實施內地法律的條文呢？這個就是人大大啊，亦是人大常委大。主席，這個不是香港要處理的問題，當然香港要處理，因為我們現在立緊這個法例，我們是變相呢確認緊人大常委的決定是可以高過人大。但是我們都要人微言輕，就算我們做錯了都只是影響香港。但是如果我們的國家的體制容許中央透過指示特區來制定這個法律，而又容許香港立了這個法，立法會立了這個法律，那即是呢，這裡是衍生一個更加重要的憲制問題，就是是不是我們中央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什麼人，是可以夠膽指示香港政府，是變相將人大常委的決定是凌駕於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之上呢？這個亦都會衍生一樣東西，就是究竟我們國家是不是最新掌權的領導人說我們要有一個大的方向是依法治國呢？如果有些人是不依法治國，做錯了一些決定，以致我們通過了，一陣間可能會通過，我只是希望最高的領導人可以想一想，這個是不是依法治國呢？也都有這樣的勇氣，如果經過深思熟慮檢討之後發覺有不妥的地方，能不能夠展示一種胸襟、氣魄和決心，在香港這個問題，即使以前醞釀了多少年，錯了多少事，是行回依法治國這個國策呢？主席，基於以上的我的分析，如果立法會今晚真的通過這個法例，會產生以下四個問題。第一，是明知通過這個法例，或者可能有人懷疑通過這個法例是違反基本法，仍然通過。第二，是香港，我們雖然小小的立法會在國家體制裏面，但是透過通過這個法例，是變相承認將人大常委的決定置於全國人大最高的機關通過的基本法之上。第三，我們的立法會作為特區
廣義的政府架構一部分，是做了一個行為，是削弱國際社會包括台灣的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第四，如果立法會嘗試或者最後的客觀後果是將人大常委的決定變成香港法律的一部分，是更加做了一個行為，是主動引入一個基本法裏面新的方式，是令到香港以外的地方的一個不知什麼的團體，總言之不是全國人大，是可以透過一種的形式為香港立法。主席，更加宏觀一點來說，因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不是只是為香港，是為了令到展示全世界相信中國走向文明，走向一個社會是令人相信我們是進步，是前進的。當然鄧小平先生當時透過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希望讓台灣的同胞能夠一個放心的情況之下考慮和平統一的問題。主席，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現在這樣通過這個今晚通過這個法例，是讓香港某度地方是違反基本法而實施內地的法律，這個草案的安排是有以下十大的惡果。我講完我死了都硬幣。第一，是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理念和初心。第二，損害香港的法治、普通法的實踐和落實，損害香港法治的形象。第三，成以上兩點影響和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第四，因為以上三點進而影響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第五，由此是影響「一帶一路」的實踐和根基與落實，破壞現時中國領導最高領導人所講的中國夢和中國的國策，影響大局的發展和格局。第六，同時影響一國兩制作為現時尚是對台灣和平統一的唯一的政策和理論基礎，影響台灣人民的民心背向，增加台灣人民的離心。第七，令國際社會更進一步質疑一國兩制的實踐，更同情台灣走向分離和獨立的傾向。第八，令國際社會有基礎去同情和支持香港一些人對港獨的問題看法，從而引起進一步港獨的危機。第九，令國際社會懷疑中國是不是確認和恪守一些國際的條約，及對中國聲稱的治國國策的信心產生動搖。最後第十，在近期來說，因為有國際形勢的問題和美國很微妙的關係之下，如果令到一國兩制受質疑，令到國家整體形象下降，是自國家在現家的國際形勢下的互動，尤其是和美國是相當不利。主席，我知道我這番說話其實在我們立法會這個議事廳裏面未必很多議員是會聽得明這個的戰略高度，你不認同不要緊，你最重要聽得明。如果我這番說話能夠令到中國裏面有權力的人是聽得明，我已經是盡了一個香港的議員和一個香港的議員是關心國家的發展
的一點責任。主席，如果今晚我的上帝接我回天家，我都會含笑離開，因為我已經盡了我自己的責任，能夠將一國兩制在這個一地兩檢這樣實施的情況之下那種惡劣的影響講清楚了。葉劉淑儀議員，多謝主席。我是代表新民黨發言支持這個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三讀的。作為已經在立法會服務了十年的議員，我的而且確是看著這個興建高鐵並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這個這麼宏大的工程終於是走到，特別是個立法工作終於是走到最後一里路了。當然還有一些附屬條例要通過，亦都有一些工程要繼續是完成。只要局長你的鐵路工程不甩轆，我們就期望在九月內可以乘搭高鐵回內地了。這個條例的而且確是充滿爭議的，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我記得很清楚八年前2010年的一月，當時的鄭汝樺局長來立法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的時候，當時的舊立法會被包圍，我們差不多要絕糧，有很多年輕人在舊立法會那裡又跪又拜，可能包括朱凱廸議員，當時以護村護老的理由就反對清拆一些是鄉村來興建高鐵的，就賠償問題有些爭議。的而且確是經過了中央和特區政府這十年來的努力，披荊斬棘，終於我們行到是終點在望。我對於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將一國兩制作這麼負面的描繪，將這個一地兩檢的安排視為違憲違法，是非常負面地去描寫對一國兩制的影響，是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他們的發言是不僅止充滿對內地的偏見或者歧視，甚至有些非常不健康的敵視甚至仇視，也都反映很多發言的議員根本是目光短淺，等於井蛙。好像剛才我聽到朱凱廸議員說，他認為是實名去 買鐵路飛就前所未有，暴露我們私隱。那你知不知道現在在我們的數碼年代，你每光顧一個網站，亞馬遜也好， Facebook 也好， Google 也好，你的資料已經被人搜集了。你用你的手機，每天用你的手機購物，你的 digital trail， 你已經有個數碼痕跡被人家知道了。你知不知道全球都在發展金融科技、電子付款、 P2P lending？朱凱廸說的那些情況只反映他的無知。我們應該知道未來的世界是科技的世界，是融合的世界，高鐵就是代表未來的科技，是帶領香港去到一個更宏大的世界，是帶領我們進入一個融合的國家。所以我們的同事在這裡反對，只是反映到他們的心胸窄和目光短淺。至於經濟的效益來說，我覺得也不應該是拘泥那個港鐵是不是第日賺回900億呢，用不是這個經濟效益，不是純粹說用 IRR 內部的回報率來計算的。我們應該看長遠的高鐵的經濟效益，我相信現在任何一個經濟師都未必能夠很準確地計出來。但我的而且確聽到很多各行各業的人，無論是在迪士尼工作的人，或者是我們郵輪碼頭的人，不僅止是姚思榮議員，是講緊希望是高鐵和其他的口岸的落實，是為香港打通對內對外的通道，讓我們更加是聚人氣，是吧？
咁就亦都有人話香港唔係一個高鐵樞紐，咁當然我承認啦，我哋點可能係高鐵樞紐啫？我哋嘅西九站參觀過嘅人知道，雖然好宏偉，但同內地深圳北、廣州南嗰啲大到飛機場咁樣嘅站比，梗係冇得比啦。但如果我哋有一地兩檢喺香港，就強化香港作為一個交通樞紐嘅地位。如果一地兩檢唔喺香港，喺福田，咁譬如有啲東南亞嚟嘅華僑，佢想坐一地兩檢去鄭州或者去杭州，佢會點咧？佢會避過咗香港，佢直接飛去深圳、去福田啦。咁我哋咪又少咗一啲客人咯。所以冇理由啊，睇得咁短淺，淨係話猛咁話呢九百億係抌咗落鹹水海等等嚇，係應該睇遠啲。我相信一年後啊，局長記住呢條鐵路唔可以甩碌。一年後咧，呢、這個高鐵協助我哋打通內地咧，係對香港人帶嚟無論經濟上、生活上嘅方便咧，佢前途係無可限量。至於話呢個一地兩檢嘅安排係違憲咧，當然主席，我本人係冇法律資格嚇，就本來唔應該我嚟回應呢點係咪違憲，特別係違反基本法十八條。但因為咧，我係主持條例草案委員會嗰接近三個月咧，45小時咧，另外係公聽會嗰18小時咧，我聽得太多呢啲話指一地兩檢嘅安排違憲嘅指責，亦都聽咗好多政府嘅解釋啦。我嘅政府嘅解釋咧，我亦都係喺上個星期我代表委員會匯報嘅時候重複咗一次噶啦。我而家只係再簡單講一講幾點嘅啫。政府其實是解釋了多次並且很詳盡，無論鄭若驊司長或者是黃偉聰律政專員都講了，在西九的總站實施內地法律呢 不屬於是第十八條基本法第十八條講那些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頒布實施的法律，例如說國籍法、國旗國徽法，你無論在哪裡對哪個香港人都生效的，這些是全港的全國性的法律，是對每一個人都有約束力的。在西九站裡面實施的法律不是這種的法律來的，而是為一個特定的目標，即是為實施一地兩檢這個政策，並且是對某些特地的人士，即是用西九站的人士才是適用的法律，所以就是不屬於第十八條。當然同事可以話你唔係律師，你冇資格講。係我只係複述嗰啲律師講嘅説話，政府律師講嘅説話。其實佢哋不斷重複嘅解釋，可以講到我哋在座咁多法律專家嚇、用拉丁文講係講到 ad nauseum， 即係講到嘔啊，重複到嘔啊。只不過唔同意嘅人唔聽咁解嘅啫。其實反對派嘅議員，我哋係俾足時間你喺條例草案委員會宣泄你嘅不滿嘅。我記得喺公聽會嗰度，係大律師公會嘅主席戴啟思先生嚟咧，你哋係接力咁提問，不斷俾機會佢提出反對嘅意見。政府律師亦都一一回應，所以唔可以講話政府係冇回應到違憲、違基本法嘅問題，只不過你哋唔接受。而呢啲基本嘅分歧咧，主席亦都唔係今晚，唔係喺我主持嘅條例草案委員會或者今晚可以解決嘅。當然我唔係鼓勵市民隨便去申請司法覆核，但呢個法律問題咧，最終都係要，如果係要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嘅話咧，最終咧就係只可以喺法庭解決嘅啫。而家咧，我哋嗰啲反對派嘅議員嚇，佢之外未有人支持佢，對住個電視機講呢啲説話。其實是誤導市民，將他們相信的事當是絕對的真理，不斷在社會上散播恐慌，好像將內地的公職人員視為生人勿近。如果是真的那麼恐怖，為何每天有幾十萬人去內地工作、消閒、做生意等等呢？是吧？所以這些的言辭呢，全部都是對這個一地兩檢的安排非常之不公道，並且咧係有嚴重誤導社會之嫌嘅，咁所以我咧就謹此發言，以正視聽。多謝主席。謝立軒議員。Thank you, Mr. President.
Mr. President, I'd like to make a declaration, although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bill. I'm a director and ED of MTR. President, before I start my speech today, I'd like to acknowledge your tolerance, patience in putting up with the disorderly behavior during the past 2 days. History will be kind to you. Mr. President, I have listened intensely to what my honorable colleagues from the opposite side have said in this heated debate. In their speeches, particularly Yang Ok-kyu and To Gan San, they remind me of the speeches that was delivered in the old chamber before the July 1st, 1997. Their fears that they talk about have yet to materialize. And today, the opposition parties talk about the same fears. In the next 30 to 50 years, they will also not be materialized. In their speeches, and in my view, it all boils down to a difference in the reading of the good intention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n Hong Kong SAR. Let me remind them and ourselves of how the Hong Kong SAR has come abou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great leader, Deng Xiaoping, engineered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o entrust Hong Kong people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o administe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region. This innovative guiding framework is now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that everybody talks about. And it is this basic law that we all sworn by to protect it and follow it. What is the basic law? The basic law sets aside an entire chapter to safeguard our fundamental rights. It allows, as what Dennis Kok was talking earlie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 to remain in force in Hong Kong. It says our rights and freedoms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unless as prescribed by law. These provisions in the mini constitution are further fortified by a piece of local legislation in the form of a Bill of Rights, which is wrongly interpreted by some of my colleagues just n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nt over backwards to set our heart at ease. This unification mechanism has worked, and there was no reason then for the mainland to undermine our way of life. China does not just talk the talk, she walks the walk. There is no reason then and now for her to eat into our rights and freedom in the pretext of this co-location bill. People in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are living in an era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We can ill afford to be complacent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for our young people. We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has a lot of soul searching to do as our motherland matures into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of worldwide recognition. Beijing has come up with visiona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and Greater Bay Area, to which some of our opposition members visit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ager to jump on these bandwagons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the luxury to sit on our hands and start to accuse our motherland of insincerity.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dong Express Rail Link is a tangible step for us to literally get on board. Co-location of boundary control is a prerequisite. At no time is this co-location bill rammed down our throat. It is not as unconstitutional as it being sai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 Congress has given its stamp of approval
only after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ve reached voluntary agreement with its counterpart in Guangdong. It is now up to this assembly, the third step, to enact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 into local law. This three-step though is due process in action and is thoroughly legal.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have worked with the HKSAR with trust and respect. And mind you, trust and respect is a two-way street. We must not reciprocate those good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motherland with undue skepticism and contempt. Compared with 1997, as many of our opposition colleagues have feared, I can say, hand on heart, that we are in a much better position to place even greater confidence in our sovereign power.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are convinced that this bill is the way forward. We want this bill. We need this bill. And I urge the opposition side that do away with your fear, for there's nothing to fear except fear itself. So try to work out something, because Hong Kong is our home. We need to have mutual faith and trust with our motherland. With this word, I support the motion, and I speak on behalf of BPA. Thank you, Mr. President.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官員是否想回應？局長，局長。主席，首先我感謝大家可以讓我在一個平靜的氛圍下發言。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至一地兩檢的優勢以及對香港的長遠貢獻是鐵一般的事實，相信大家都心裡明白，無需我再次複述。主席，總結三讀辯論，我只有兩個感想。第一，守護基本法、守護一國兩制並非一小撮人的專利，特區政府以至中央對尊重國家憲法、對尊重一國兩制的方針、尊重基本法、擁抱法治的堅持，教我們反對議案的一方更為執著、更有承擔、更有決心。第二，就反對議案的擔心和憂慮，歸根究底源自不同的信念以及信心的落差。信念是難於改變，但是信心我們大家可以互勉。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以赤誠之心，以開放的胸襟去理解一地兩檢，去親身體驗。我深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最後，主席，我懇請在座議員用自己的良知投票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現在提出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贊成的請舉手。陳克勤議員要求記名點票，點票鐘響五分鐘。
開始表決。請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以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出席是62位，40位贊成，20位反對，1位棄權。議題是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8年6月20日上星期三上午11時續會。